背，摸腿下，甩头起，下蹲，收腿，趴腰摸腿起，转圈摆胯。妈妈说，因为我的祖籍是外国，所以要接受制裁。我生在中国，长在中国，我妈是中国人，我妈爱中国，所以我宣布一起，我是中华天元猫，我不接受制裁，把我的小鱼干还给中国人，不能欺负中国猫。看啥呢？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还不赶快出去上班挣钱，然后给我买罐罐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出去打。Thank you.